在疫情之下，青少年无法正常上学，家长很担心的生计，老人家又纷纷染病。在反复的疫情之下，不单止影响了各同军成员，还影响了他们亲爱的家人和朋友。正如贝登堡在最后谈话所说，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things instead of worrying one， 这句正在过去一年带领着本区勇敢前行，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在训练方面，区内的旅团领袖把握时间，在疫情好转的时候举行实体的集会，以誓词和规律训练各级的同军成员，给予宽裕而有吸引力的进度性训练，促进团员的德智体群美的发展，亦让团员从小组活动中加强建立群体的精神。有同军支部举行了第一届射箭章训练班，反应非常热烈。在疫情好转的时间，令同军成员舒展筋骨。在航空训练举行了第一届初级空勤员章训练班。在疫情变差的时候，区会继续投放资源，在同军支部开办了网上领导才训练班，积极培训同军成员。对外宣传方面，我们透过参加步操比赛、微电影创作比赛和小童军、幼童军迎虎接福挥春创作比赛，将他们的作品摆放在地铁的社区画廊展览，向外界展示本区的童军作品，亦都给他们知道童军的精神。此外，本区派出50多名的童军成员参与由香港同军九龙地域举行的五四升旗礼，鼓励我们的青少年人努力学习，装备自己，为国家发展出一分力。在社区方面，本区得到新家园协会、香港国金狮子会、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恒生大学、中大校友会、首席快乐观协会和多间私人机构支持之下，举办和筹备很多社区的服务活动，例如110暖意全万家，多达500名的童军成员参与，包括400名的小童军和幼童军填写爱心卡给长者，100名的成年的童军和领袖将爱心包分发到去5间老人院舍，250名的长者受惠。在2022年4月9号和10号，油尖区出动超过150名的童军领袖，协助首席快乐观举行 DSE 加快乐能量活动。今次的活动是希望透过80间的学校和分发点，派发 DSE 考生的打气贴纸和30,000份的防疫包给应届的 DSE 学生，希望各个考生在不稳定的社会气氛之下，都能够轻松面对压力和挑战。在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间，本区的成员获得多间机构支持，分发抗疫物资到34间的老人院舍，受惠的长者多达2654人。原定在3月中为少数族裔街坊举行的视力筛选计划，情彩未来与爱同行，由于疫情关系，活动将延期一年，期望以上的活动可以让成员能够更加关爱本区有需要的人士。多年来得到各位领袖和主办机构的支持，童军运动得以发展和成长。今年有10位的领袖获颁发不同的奖励，3名领袖获得香港童军总监嘉许，8名领袖委员获得不同的长期服务奖章。我希望在这个机会再次多谢以上各位的领袖和委员过去一年的努力和付出。此外，有3名的校长获得地域总监嘉许，4间书院学校得到主办机构表扬金奖。可见在各方面，油尖区的主办机构
均全力支持油尖区的童军发展。虽然我们处于疫情之下，本区的童军成员继续努力考取最高奖章。今年度有两位落行童军获得贝登部奖章，五位深知童军获得荣誉奖章，一位童军获得总领袖奖章。幼童军方面，有13位幼童军获得金紫荆奖章。在拓展方面，本年度成立了九龙第122旅和126旅，而126旅更加是特别为少数族裔服务的，让更多适龄的青少年参与童军运动，为社会培育下一代良好公民。经过长时间和伊斯兰清真寺合作，不同的活动和服务现在终于取得成果，今年将落实成立全港首个伊斯兰教的童军旅团。去年举行的区务委员会周年会议首次以线上线下形式同步进行，本区的工作得到各界的认同和支持，内界副会长的人数将增加8名，为本区增加资源之外，亦加强对外的联系网络。展望未来，本区会继续培育青少年各项的知识和技能，亦期望油尖区的童军服务足迹遍布社区，透过实际的行动回馈社会。